几天就是像这样子，大家看得到哈，就是这个我们嘉义市哈，这个是我们站在垂杨路看后面这个医院哈，医院是朦胧的，后面的山也看不到哈。那这样子的一个景象告诉我们说，哎，嘉义的空气很好啊，是绿色的哈，绿色的旗子啊 ，PM2.5 是29，可是呢，我们如果按照29，如果按照美国的标准的话，它其顶多也是只有黄色，也就是说它是在美国是挂黄色的旗子，所以又再一次显示出这个绿色似乎不是那么的符合这个真实的状况。这样雾蒙蒙的可以告诉我们说这样空气是好的，我们非常的怀疑。如果按照教育部现在用的这个版本去升空污旗的话，就变成这样子啊，就整个夏天都是绿色的。那这样子你们相信吗？你们相信说嘉义是全台湾空气污染第一名的地方，整个夏天空气品质都是绿色，是良好的吗？可以这样吗？这个我看到那是请杨博士来帮我们做这张图之后，我就觉得这个事情一定要让大家知道，因为这个问题将来一定很大，因为到时候一年两年我们都是这样子，那是不是让政府有机会去说其实我们的空气品质没有想象中的差，那这样子就大概都说说会无代志哈。那这样子其实对，特别是对小朋友来说，因为他们是没有选择的一群人，他们特别是危险的。但是我们如果看美国的标准，我们就很清楚嘛。美国的标准告诉我们 ，PM2.5 小于12才是健康的。PM2.5 小于12，可是在美国的标准，嘉义去年只有6天是符合标准的。只有6天，但是教育部标准就变成167天，这个差距未免也太大了哈。在台湾还没有自己的这个 AQI 标准之前，要用美国的标准，好，因为美国标准是对小朋友才是最安全、最有保障的标准。好，那我们各地的这个团体都应该要来严格的来监督，好，例如说我们可以不断的去说，为什么你们是黄色，可是用美国标准是红色？为什么你们用绿色，可是美国标准是黄色？那为什么你的标准跟人家不一样？那让这些学校老师、家长都能够去发现这个问题。因为事实上，现在虽然仓促的这个上路这些空污旗的空品旗，但是我们很多学校的老师，他根本连空污旗什么都不知道，很多家长他也不晓得挂在旗下直接冲啥，所以这个整个过程是很缺少这个公民家长、老师、学校的参与，就很仓促的把这旗子升上去，其实是没有意义的，其实是没有意义的，不需要这么着急，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来讨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旗子。制定咱在嘉义市的空污旗，啊，是讲这个咱嘉义县的空污旗，也许爱因地制宜，也许是夏天嘛，这个也无同款哦，啊，所以就是综合指标是爱好啊来讨论，所以是不是咱爱有透过学术的研究？啊，学术研究呐，专家呐开讨论了后，一定爱予公民参与啦。我一直认为讲，这点一个进步的社会，一定爱有公民参与啦。所以呢，公民不一定专业足黑，但我公民足侪意见是往往专家看袂到的。专家是干呐看了一寡数据，看了一寡盲点吼。哥伦比亚大学这个龚伟先嘛，顶年嘛发现讲，伊那那伫空污，像鸟栖嘛，是讲空气污染足严重所在。伊跟建明讲，那因为迄个囡仔，那伫迄个环境，那较严重的迄个影响的时阵，伊的迄个，伊叫做 ADHD 啦，就是讲迄个注意力缺陷不集中症。我家己囡仔嘛，拢有一寡过动的现象，所以我感觉做妈妈也足辛苦。啊，我从我住的楼卡内底，伊迄个一个小女孩出生的时阵，就是已经发现妈妈啦，真紧就有迄个呼吸道的敏感症，到三岁都已经验证就是有气喘了哈。所以你若咱若有看过迄爸母咧，妈妈伊伫妈妈咧带有气喘的囡仔，足辛苦的，啊，逐天惊安尼吼，惊啊！拄仔伊是咧讲着是讲，是安怎因为黄色即个区域嘛，对12到35足重要，因为有一寡凶较敏感、unusual 吼，较敏感的小迄囡仔，伊可能迄个情形之下，都会引发伊的气喘症啊，啥物？啊，咱要保护嘛，当然学校的人知影讲，遮一寡囡仔。啊，尤其咱台湾有，小学4年级以下嘛，足侪有人敏感症嘛吼，
所以为着要保护遐足敏感的人，你别人也讲这拢好天气，啊，家长也是讲迄个老师嘛，也拢无注意。那我想今天开始有社会大众慢慢重视到这个问题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现象。那我觉得我们的政府的动作也太慢了，就是已经漠视这个问题太久，空屋问题太久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自救会开始办这活动，我想我们这边也会强力来配合，一起推动。每天大概固定的时间，看固定的方向，大概就是过了几个月，大概三个月，每天看，大概知道，哎，现在大概多少 PM2.5 的数字大概多少，然后接下来几个小时之后会变得怎么样，就是我们的肉眼比数字还精准。对，所以我们就是不用，就是不用觉得说啊，我只是个妈妈，或者是我们没有念过这个相关领域，就是我们的身体非常的精准。那个美国的标准12可能看得清楚近方的山跟远方的山都有层次感。一般如果我们去东部，或者是年长的长辈，想一下你小时候看过的山脉，都是有层次感的。近的是比较深的绿色，越远越就是靠近天空的颜色，这才是正常的，这才是对小孩子，或者是对敏感族群，或者甚至我们每一个人，就是比较好的空气的状态，是理所当然。我们有就是有这个吸收那样子的空气，看得到那个景观，那是我们的基本的人权。对，可以这边可以过。我们可以再多做一些的东西啦。因为我们市长那天也有宣誓嘛，他也有分好几个就是组别啊，就像说叶刚刚讲的，其实应该是从根本去做起啦。对，因为我们这个好生活，其实那只是变成说已经在后端处理了。主要是应该前端那一栋，然后所以它就是刚刚院有机车啦哈，还有一些可能一些排放的造成污染那个都每个局处像卫生啊、环保啊，都有一些就应该要去配合去做的加强的工作，从把原来那个等于说才能够从基础做起。哎，我们这个申请只是说，因为可能要让民众知道说现在的状况，可能在后端的啦。